这样。大家整体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个稳定度，说是不是右右边？那你找出重心点，因为这个东西我要让它造型整个有个 balance 在，所以留了几个伏笔在，就是它有很多的下肚肌可以去做延伸、整体跟肘子的关系。那其实说上来，你看。